谢谢谢谢，他真的非常厉害，太强了。伟林，来吧，伟林加油！你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就是唱，不然就是走。伟林加油！你可以走吗？我不想唱了，他好厉害哦！哎，等等，哎呦，腿软呢。哎，你有推荐推荐谁推荐你的哪一个不怕死的？米克白，你推荐他来的。互相推荐，巧遇他家来上飞机。上次我有次在化妆间听到他唱歌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好。在哪里？化妆间，他就在那边练唱啊。我觉得他有那种台语版的碧昂斯。刚刚米可白哈，在那个浮球音唱的时候，他整场都一直跟着唱哎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整场哦，有，所以我们米可白要唱一下。对啊，而且他在唱的时候，他麦克风一直很准备要帮你合音的感觉，真的让我来个副歌吧，难以忍受，真的米可白来，来个副歌吧，来音乐来一下，快点，加油，让你心情平复一下。伟林，你可以赶快唱，快点！你们好多了，伟林快接着唱，接着唱，被吓昏了，真的。你的推荐人牺牲自己来让你有好多了吧？平静你的情绪。快点，那个推荐人，快点，刚才再讲几句话。推荐词，你就用心的唱，富有感情，不要想太多，把其他人当作西瓜，这样就好了。你要带的，你要带的歌曲是什么？我是唱好玩的，我唱舞女耶。舞女哦，气质很适合你，你一定的。我今天特地穿这样唱舞女，我把你的弄一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。哦，那故意的。对对对。哦，好，那往前。挑战浮球音带来的歌曲就是《舞女》。那是什么？打扮着妖娇模样。暗暗的你眼睛，闪闪兮兮，闪闪兮兮，引人心起迷。啊，有上一段了解，最不如的悲哀，暗暗流着目屎，也是假假笑，嗨嗨。
还是错，蛮好听的，很好听哎。金姐，我一直在颤抖，也太可怕了。你先平复一下情绪，因为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评审。有感觉他们也想要如火如荼的对你展开追求啦，没有啦，没哪有，他根本想点台，没有如痴如醉哦，哇，他真的是天生的艺人，你看上台前不是很紧张什么什么的，结果音乐一来，他完全就是七个字，就是七个字，哪七个字？管他妈妈嫁给谁？你看豁出去了，然后声音的厚度哦，我现在就他的声音的厚度是很够的哦。因为《Voodoo》这首歌大家感觉讲足平常的歌，但这首歌其实足歹唱的，因为伊的迄个上音甲上高音太最多，音域十七度。啊，你唱给我听一下，我你啊，你来唱一下。唱《Voodoo》啊？系啊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谢怡君，你服气吗？还可以啊，你要不要站出来也来一下？我不录啊，对，不录不录，对吧？可以低一点吗？可以降低一点吗？我要你一个 P 两个 P， 他也 P 为零哦。好，十七度的难度来喽！啊，谁人会当了解最无奈的悲哀？暗暗流着眼泪，也是会甲笑开开。来跳舞，脚步若是沉重，不管伊是啥。三种不同的味道，对，三个不同的味道，三个人在中间，我怎么样评分啊 ？Only 有老师三个，谁比较像布鲁？我说实在的，因为随意跟那个怡君啊唱的是中规中矩的台语歌的唱法，可是真的这个伟林真的今天让我非常非常惊艳，然后那整个感觉的气氛是真的很到位，所以他是你的菜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我菜，他是你的菜吗？不是，是我的肉。我来说，布鲁很多人唱过，可是我觉得，伟林最像布鲁，不是，没有伟林哦，今天唱布鲁真的赋予布鲁新的生命，真的哇，结婚了，万万没万，真的，可是我对我唱得很开心，也蛮不错啊。好了，我就讲一件事情啦，你是 Only 有的菜啦，但是虽然你们是夫妻，但是你不是陈随意的菜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有证据，终于知道他喜欢谁，公然的哦，公然调情哦。那你邀请他去喝咖啡？哦 ，very young 哎，哎呦，邀请他喝咖啡 ，UK 啊，邀请他喝咖啡啦。他说他想问 UK 什么 UK 啦 ，UK 英文呐，哎 ，UK 英文怎么 ？We go to drink coffee, OK？ 他可以沟通耶 ，OK 啊，很厉害嘞。大家可以留个电话。好不好？但是 he has a wife already。哦，你讲你有伴啦，有伴了，伴呀。哦 ，OK， 还是你跟我被离婚了 ？My wife in the 鹿港，你才对。哦，他说他老婆现在在鹿港。所以今天我说实话，我要让你知道现场，就有很多的女生呢，就像现场很多女生，我们请她挑一位，随意大哥怎么挑都挑到 Vicky。后来问他就说，哎，为什么是 Vicky？ 一公。万八三桂花糕诶，恭喜啊！我是讲，想讲，那迄个外国诶吼，会当你慢慢来讲，帮助咱的英语的进步啊！你讲英语要从啥？
因为阮搞活动啊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，讲讲了半天，还是要搞外国的，对不？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音乐要下了，我要告诉你真正的事情。你喜欢他，对不对？一个小苗，有谢金呢？不是啦，谁的啦 ？Vicky。哎呦！哎呀，Vicky，个气调调，个气调调，基本都是气调哎。但是最后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解开你心中已久的秘密。音乐请下。Vicky， 你很喜欢他的 ABC， 对不对？他的本名也叫怡君。那这多会累积。这系列嘛叫怡君啊，代表你这系列主题啊，所以现在跟我跟着怡君。好，谢谢各位。